就欢迎大家回到唱作俱佳的下半场。那今天的形式呢，是采自由的报名，也就是自由舞台。如果待会如果想要报名的话呢，可以到外面有一个黑板填写的名字，这样子就完成报名手续。也就是说呢，就可以直接上台演出，一个人是三首歌，15分钟的时间。好，那接下来呢，这一位他叫做志伟哥哥，然后他其实也是我们甜花村的工作人员，然后他呢目前是负责的项目呢是宣传行销，还有偶尔做作曲，然后就是办一个愤青，然后他待会会带来三首歌。好，那我们就先让志伟哥哥上台唱歌好了，那我们就掌声欢迎志伟哥哥。大家好，我叫志伟哥哥，然后我跟老外借那个吉他，其实这活动是要自己带乐器的，然后我没有带，可是因为我要唱歌，我因为没有人报名，所以我就跟他借一下。那其实是嘎迪兰，有时候可以啦，嘎迪兰。琴有降吗？没有。不好意思。今天也会带来三首歌，一首歌叫《和你在一起》，是一个大陆的歌手叫李志，他很红的一首歌。昨天在梦里，我又看见你，我被他们说我不爱你，你拥有我的不只是记忆，可是你比我小了6岁。受得了，哦，我知道，虽然你不说，如果我们就要结婚，我怎么能受得了？
时常想他们，可是过去怎能全忘记？你不相信我，也不会再说。如果我还爱你，宝贝。